宿，现在要去找人的超，然后我们要去尝试。大家也看到我今天有认真化妆，有认真弄头发嘛，那我今天有好好的穿进来，然后要去开樱花。在那这边，我要去找他，然后就可以出门啦。Go go。爸爸，我们在吃什么？看你的津津有味吗？回没有啊？那是一个很吃嘻哈的，放我第一场就不会有课，其实也没什么差别啊，有课有课。是啊，哎呀，他是实习生，他不实习生是什么？